司不会有任何变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老婆着急上班，不好意思。石龙，今天早上来了。石龙，可以谈一下他的心态吗？石龙，说两句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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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龙，蓝山呐，你可是咱们杂志社的瑰宝啊！这期杂志一出，刷新了所有的销售记录。来，鼓掌。不好意思啊，瞒了你们这么久。没有关系的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隐私嘛。就是，我睡觉还打呼呢。哎，各位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古兰山，你怎么这么虚伪啊？一边惦记着姐夫，一边还和盛师哥秀恩爱，看我怎么揭穿你！阿欢，哎，盛先生，怎么了？啊，是这样，你多做点补身体的菜式，什么补吃什么，不用考虑我的口味。啊，我准备做条鱼。没问题。啊，对，放心吧。行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你吓死我了，哥哥！你看谁呢？啊，对了，我昨天做梦梦到你了，繁花。你猜怎么着？居然有人在追你。你今天很有可能会遇到另外一半。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你什么时候从我身边消失？我说你太没良心了吧！咱俩做兄弟这么多年。他来干嘛？进。盛师哥，有事。盛师哥，盛师哥最近是不是很忙呀？我昨天来都没有找到你。你知道我忙，就该干嘛干嘛去，来干嘛呀？我也不想这样啊，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我一定得告诉你。那，你看，你对顾兰山这么好，他竟然跟海……还有事吗？不是，盛世哥，你仔细看看顾兰山在这照片后面写的这几个字，他这明显就是跟……我等一下还要开会。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你就先走吧。还有，污蔑我老婆的后果你应该知道吧？等一下，汪小姐，把你的联系方式留给我吧，要是有事儿我会找你。盛世哥，盛世哥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是永远站在你这边的。只要你需要我，我随时都在。认识盛师哥这么久了，终于主动加我微信了，我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盛师哥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微信常联系。夜出